後來我同我先生講，我不如我出去美國打工啦，你到委內瑞拉啦，如果我揾到幾多錢，你就發放幾多咁啊嘛。他是委內瑞拉慈濟志工吳冉雲，回到自己的故乡广东江门，受邀参与当地志工举办的茶会，慨然分享自己在侨居地做慈善的心得。但我做嘅只手真系好痛啊，因为佢唔系做八个钟，系做十二个钟。十二个钟，老板见到你做得嘅，会做十五个钟。但系呢日做得多咧，虽然好辛苦，但系见到佢咧帮咗好多人，我觉得都好值啊。刘延暖和吴冉云夫妇是慈济在委内瑞拉的第一颗种子，最近趁着回乡省亲，希望把爱的种子也播在家乡。我想就趁依家我就喺讲江门嘅时间咧，仲未翻到委内瑞拉嗰个时间咧，想跟我师姐咧一齐做咁样做慈济咯。我哋想继续将慈济嘅爱咧就带回我哋乡下农村嗰度，等我哋乡村人咧感受慈济噶。这个慈善就好伟大啦！夫妇俩分享做慈济的困难，也分享收获，不少乡亲都有感动。希望慈济在江门能够扎根，能够壮大，能够吸引更多的爱心人士参加。很高兴在这里，认识了慈济，然后我希望我能把这一颗种子带回开平去。握手牵手。分秒不空过，即使是私人行程，刘延暖和吴冉云夫妇依旧说慈济做慈济，希望透过他们的双手把爱的力量扩散出去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庄严齐海东广东报道。除了接触到的语言